就像我爱夏天的歌词一样，夏天去海边有漂亮妹妹。像是这次抢滩廖罗湾，就有不少阳光女孩挑战自我，完全不担心晒成黑美人。哦，我觉得晒黑是一件好事，我很喜欢晒黑，而且是因为现在的女生都是很白，不然就是很黑。那我是没办法到那么白，那就是选择晒黑，更有特色，自己的特色的。我觉得认识朋友难免都会有一点吧，就是多多交朋友也没有不好啊。然后现在其实还蛮兴奋，因为刚刚也带完有氧操，然后现在已经做好暖身，准备充足了。我们是一起运动认识的，对。我们是三铁的朋友哦，我们是玩铁人三项，然后认识的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之前都没有游过这样子的海泳，然后就来试试看。我们会选择人潮就是边边一点的地方，不会一开始跟人家冲下水。除了漂亮女孩，也有因为来到金门工作而相识组成的水头 F4。至于是哪一种 F4 吗？看官们可以自行定夺。他是说脚受伤啊，我们也愿意相信他，我们要把他精神带着，因为在金门工作啦，所以说想要说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，然后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经验。天气热正是戏水好时机，来自彰化的一家三口，妈妈和儿子都爱好游泳，看队名叫做帮爸爸瘦身团，谁是重点一目了然。爸爸要啊，这个不用吗？目标就是瘦15公斤，他要，所以他为了健康就开始要减肥啊。对啊，抢滩活动合家皆宜，兼具运动和娱乐，电视机前的大家不妨下次也能来试试感受金门魅力。YTV 新闻，梁维、汪明言，金门采访报道。